每个三昧都有三昧的名字，这可不是咱们看教程法术那个世间的禅定啊，四禅天呐、啊，人间定啊，清安呐、啊，在那是不是那个了？完全不同了，实定。普光大三昧、妙光大三昧、次第遍住住佛国度大三昧、清净深入大三昧、知过去庄严障大三昧、普光明藏大三昧、了知一切庄严大三昧，这都加个障字，什么含义呢？这一个定的名字包成了无量无边的三昧，说障着含藏意啊，一个三昧，无量无边的三昧，就是咱们这一切动作都在大定当中，到实地品了，全是在定。你看这个身口意三业啊，都在动，没动，在定里头呢。了知世界佛庄严大三昧，众生差别身大三昧，众生的差别身无穷无尽的，哈，那个到了这种境界了，全部都知道，知道你这个差别身什么因缘什么果报，那一个差别身什么果报，能知道你无量劫的法身自在大三昧、无奈轮大三昧，就实定。当代佛门起诉共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丰蒲石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10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3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欲往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，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
有的嘴里纺出食物，有的做谋谋生。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。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：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Thank you.
就加一幅。好了，我说美国人晃来晃去有意思吗？我说很痛苦啊，每个人都在看我们这些怪怪的人。但是佛陀叫我们这样做，包括我的师父说，你要穿着出家衣服到处给人看，这个看让别人看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出家，这个人为什么理个光头，这个人为什么他在想什么。但是借这个机会，你要把你的思想行为产生的力量供养给对方，希望各位对方看到我们这个出家人而升起的一个累世的善根。像各位做过西班牙人，做过葡萄牙人，不然你不会回来。但是回来这边，要把这个西班牙、葡萄牙的人事物当作我们心中的人事物，希望他们能够就近，将来有机会听闻佛法。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是贡献我们的功德，各位不断的累积功德，把我们的功德带回来给这个家乡的家人供养，布施给他。所以我想路边任何一个人看到你跟你微笑一下，一定是你过去的亲人，看到你想跟你拍个照。世上一个有空性有悲心的人，上天堂下地狱对他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在一个这种佛教堂一起来修行佛教的仪轨，那我想上帝更快乐，释迦牟尼也快乐，一些众生快乐，也我们把世间的善良爱都圆满了。